要死，元神也会来到冥都。人跟妖在这里就没有区别了，今生为人，来世或许是妖，今生为妖，前世也或许是人，那人跟妖又何必来回厮杀呢？那我接下往生的那些妖，岂不有枉死者？而我今世为人，来世或许成了妖。你能真的想清楚这些，你跟天河还有梦里之间就没有隔阂了。林莎，我以为凡事尽力就好，只为同生不畏死。林莎，阿姐，林莎，阿姐，林莎，林莎，阿姐，林莎，阿姐，林莎，阿姐，韩姑娘，往生亡灵中有一放不下执念者，我询问过后才得知是你姐姐，我便带她来见你一面，但你一定要克制情绪，不然也会连累仙师和云公子。小七，阿姐，你和仙师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们并未亡国，只是来冥都取一影之。阿姐，不是吃了扶摇仙果丹你已经好了吗？怎么会死呢？韩家人早亡，并非是病，又谈何治好呢？我见到了我爹的元神，他告诉了我韩氏一族短命的缘由。缘由。